我这一生如果没有机会搭这个就是所谓的环球旅行的话，也许在这次的纠团我可以达到哦，就是宝可梦的小小梦想，就是说如果我在这一次的这个长荣千丈金卡有纠到100个人，我就可以拿到多少，3000×100就是300000点，那300000点后就真的来一个环球旅行的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一定会就是有额外的回馈给大家，如果我们真的在2、3月这两个月真的有冲到100个人的话，好，我已经想好这个活动要怎么回馈大家，就是有跟我这一团的人，我就送10000块钱，好不好？然后让我们这一团人来去抽一个人，他就可以拿到10000块钱。好，这真的是我很想要做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管你有没有这个需求，如果您真的可以帮宝可梦，就帮忙办一张卡，真的。